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那其实今天除了音响之外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，我先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第一桩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哇，它的地理位置，你刚刚一看到对面就是我们 A17 捷运站，对，感觉怎么样？太方便了，这个根本就是下车就可以回家。我觉得现在买房子呢，这个地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便利，然后呢，这个不要花太多的这个车程哦。